我唔係收工，我係急急有人約咗我時間喺我度，有啲嘢要同我傾兩句偈，我急住要去嗰度，人哋催我。呢啲咧就見仁見智，突唔突得，突得就撞到人，我就冇突得嘅。啊，我哋一路我都平穩速度，一路響熱杯咁通過埋條馬路。本身你出咗馬路就已經違法，我驚乜嘢啊？我合法使用道路，我有乜使咩驚啊？嚇啊！我個車係有權利使用香港嘅道路，我係個香港市民嚟嘅，知唔知啊？嚇！你哋乜嘢搞乜嘢職業活動，同我哋冇影響我哋日常生活。嚇，冇影響我哋正常，我哋行使我哋喺社會嘅權利，嚇，知唔知啊？嚇，任何非法活動，我哋都係反對嘅，我哋係對社會，希望社會係安靜安寧嘅。我亦可以呼籲香港市民，任何一個香港市民，你可以認為你合法使用嘅道路，你應該勇敢嚟去用。點解？因為我哋係納税人。